很多歌迷都很期待的，就是在寒流来袭的情况之下，偶像歌手 Rain 他抵到台湾，而明天晚上他就要开唱了。不过今天下午呢，他先是和高雄市长陈菊来见面， Rain 还用台语来向歌迷问好。而目前现场状况，连线记者王月芳。客家人，面上看到的就是韩国小天王 Rain 一出场，巨星的风范加上招牌的微笑，让镁光灯此起彼落。明天即将在高雄市主场馆开唱 ，Rain 今天下午先和市长陈菊相见欢，陈菊更送了高雄港的版画及美容油伞给 Rain 当纪念品。Rain 更大秀练习已久的台语，来听一下 Rain 怎么用台语自我介绍。精彩的时光 Rain 啊，来跟各位用台语做问候。大家好啊，我是 Rain。掌声鼓励一下，标准啊，台湾标准啊。对，我们应该再加分享一下，因为他这次的演唱会来到这个地方的是高雄，高雄的台语呢叫做高雄。一句不够，在主持人吴建衡的现场教学下，Rain呢更现学现卖，讲了三句台语。回三年再到台湾，Rain感到很开心。而对于明天即将登场的演唱会，这一场演唱会呢，同时也是Rain的世界巡回演唱会的最后一站。会不会在演唱会中大秀六块肌的好身材？他也卖了关子，要歌迷拭目以待。那么这是目前现场的最新情况，镜头交还给棚内主播。好，现在帮我们看到 Rain 今天是来到这边用台语还跟歌迷来问候，最新状况随时连线带您报。